好，我们大家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我们看一下课本四十页啊，讲到啊第一行这里，佛分别答啊，那哦讲到倒数一第二这里啊，欲令正法久住，故结集三藏啊，就是如是我闻讲完了啊，那为什么啊？那后面还有啊，那但是就是后面讲啊。那为什么要讲如是我闻啊？那这个是欲令正法久住，故结集三藏。好啊，他说第一个大迦摄召集阿罗汉结集圣典。那我们前面有说过，佛在的时候并没有啊，那么涅槃前并没有说啊有结集圣典，但是佛在世的时候，佛弟子已经自动的啊，那么对于佛说的法，那么已经有所谓的收集整理啊，然后背诵的这些事，那像法句经啊，就是其中的一类啊。那通常都是用记诵的啊，因为它是用背的啊，它不是用写的。那这里啊，那佛灭后。那么三藏的结集应该说其实就是法跟律，那结集到底是啊，到底是多久之后，那么结集的时间有多久，哪些人参加结集啊，那么这个经论里面也说的不太一样啊。那结集的什么啊，那通常啊有说是两藏，有时候是三藏，那论应该是啊，那么最后才有的，那么是先结集法还是先结集律，那么说法也有不同啊，那么是南传的话应该是说先结集律，北传有一些经论基本上是先结集法啊，就是说结集，因为印度的历史本来就不太明确，所以你如果去查资料的话，你会发现到第一个，到底是多久后结集，结集的时间有多久啊，那什么人参加结集啊，那这个结集是结集哪一些啊，那一般来讲就是法跟律，那么经律论，有些也说论啊，有些又说论也有结集，那如果我们从历史上的资料来看，那差不多应该是先结集法或律都有人讲了啊，那但是应该是比较确定是只有结集法跟律而已啊，论还没有啊，那法也不是四阿含都结集，不是的啊，这个应该是我们在很早的时候就有说过了啊，就是他一开始如果是我们从法来讲啊，他基本上就是啊，那么阿含经，那阿含经那个时候并没有分啊，那么什么阿含什么阿含，这个是之后才分的啊。那一开始就是我们说的杂阿含，但并不是现在的杂阿含。那一开始就是阿含经啊，那阿含经里面啊，那么就是当时结集的阿含，现在散在四阿含里面，但主要是杂阿含，主要是杂阿含。那有一些当时结集的阿含经，因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啊，他就把它分门别列，就分成四阿含，那原来结集的有些分到啊，分到正一阿含，有些分到中阿含，有些分在长阿含，那么大多数留在杂阿含，那么应该是这么说啊，就是杂阿含是当时结集保留最多的，然后是中阿含，然后是长阿含，然后是正一阿含啊，那有一些是杂含，也有正一阿含，因为我们现在的阿含是有部的，杂含是有部的，杂含跟中阿含都是有部的，
那么长安函、正义案函，正义案函可能是大众部的，长安函可能是法藏部的。那另外南传的巴利文都是同节部的，所以每个部派里面他保留的啊，跟他分的这个分到哪里，这个分到哪一列啊，那么可能不一样啊，因为现在没有其他的阿含经可以做参考啊。但是我们大概啊，就我理解的啦啊，大概是杂含应该是占比较多的啊，至少占60%-70%。那中阿含可能占了20%啊，那其他的大概就占20%，大概啊60%-20%。大概因为这个是我们大概说了啊，就是说阿含经里面。当时结集的以法啊，其实就是以阿含经，那就是大概是现在的杂含啊，那么是最多的啊。那么另外啊，那这个像阿含经里面也有一些部派他自己加进去的啊，比如说福长御经，这有部自己有的，其他的部派都没有啊。那么类似像这样的，各个部派都有他自己加进去的东西，所以你看大比包抓人讨论，他会说这个我们没有。没有受持这部经，这个是你自己加的啊，那会有这样的。那佛灭后确实啊，也有人说我听到佛这样说，我听到，因为我们说结集的时候只有500阿罗汉，而且都是三明六通的，那其他还有很多人没参加的，还有比丘尼呢，比丘尼也有证阿罗汉的也很多啊，还有在家居士呢，证三果二果，甚至有些也有证阿罗汉的啊。那以阿含经来讲，那么在家也有证阿罗汉的，但是他虽然是现在家，但是他是修出家行了啊。好，因为三果就离欲了嘛啊，离欲就修出家行了。好，那基本上这个是法的部分，结集的部分了 啊。那我们先大概这样知道。那律的部分，那么据说是分80次送出，那优婆离为主嘛啊，80次送出，所以叫做80送律。那80送律后来因为部派。最早就是依律而分嘛，啊，大家认为的看法不太一样，啊，甚至传说这个富罗那从外面回来，啊，听完结集完了之后，认为那佛亲自跟我讲这个可以开眼啊，那大家是就说已经结集完了啊，那么就佛所说的字的，那么就这样决定了啊，不再改了啊，那所以也有这样的传说，所以后来就有人就依着自己啊，就这样改这样改，所以单单传来中国的就有5部律。啊，广律就有5部了啊。那你看，那同觉律又有，西藏又有根有律。那么，所以它彼此也不太像西藏的根有律跟我们传来的根有律也有一点点小差别啊。那所以这些律最早是80送律，80送律现在已经没有了啊。那10送律可能比较接近80送律的了啊。那就是说来说的话了，就是律的引荐来讲，也不是同觉律，同觉律也是很后面的了啊，就是南传的同觉律也是很后面的。那所以我们来看现在就是流传的佛法来说啊，法跟律啊，论又有一些问题，论其实是后来的祖师多的了啊。那后来有些说像南传的同觉部，他就很强调论是佛陀时代当时就有的，就是结集就有的啊。那这些论都是佛陀当时说的。那么我们其实从经论里面看到。有很多那种很名相化的东西，那个很明显就是部派的东西啊。那这些不太可能是佛陀当时说的啊，就是非常名相的东西啊，就好像说啊，那么那个我读圣曼经里面有一些根本就非常名相的东西，那些也不太是佛当时说的啊，那个就是很明显是部派后来发展出来的东西啊，就好像啊，我们一看到这个机车电脑，我们就知道这个不可能是500年前的东西，啊，500年前不可能有机车电脑这样的概念出现了，啊，类似像这样，啊，好，那像这里啊，在讲到啊，他这里在讲到如是我闻啊，那为什么要结集三藏？啊，那他这里说欲令佛法久住世间故，啊，长老摩诃迦叶等，其实就是。三个主要的代表，一个是摩诃迦叶召集人啊，那么第二个啊就是执行者啊，就是这个优波里跟阿难啊这两个，那这个大迦叶是总负责的，是召集人，那主要的法的代表阿难，律的代表优波里啊，那优波里是持律第一。
持力第一不是持戒第一，持力第一是他知道佛啊，他受持，知道佛在哪里，是什么戒，怎么样开言、开遮、吃饭、轻重啊，是轻是重，那么这个他都知道啊。好，那所以他讲啊，现在是讲结己啊法啊。那问阿难啊，问阿难，诸阿罗汉问阿难，佛出何处说法？说何等法？啊，那么其实佛最初说法的时候，阿难都还没有出家。啊，佛最初说法是什么时候？啊，就第一年，第一年在菩提树下第一年，那解脱，听说经过49天啊，思维啊，那也有说5737啊，反正就是有一段时间在那思维，啊，那甚至在想要不要去说法啊，那么并不是成佛之后啊，马上啊，并不是，那么过了一段期间之后，他想要去度谁啊，那么是。这个是大概就是成佛之后不久，啊，那个时候阿难，那个时候阿难都还在王宫，啊，很多王子都还在王宫，啊，那时候还没有比丘，只有五比丘，那些五比丘是一就是跟着佛出家的，本来是来照顾佛的，啊，那其他都没有，没有其他的比丘了，啊，那个时候还没有佛教，只有佛，三宝里面只有佛以及佛所证知的法。还没有生，所以最初皈依的啊，那只有皈依二宝，还没有三宝啊。那后来成了佛之后啊，因为他叫他禅定的啊，那么已经入无色界了，没有办法去为他说法，所以他想说要去为谁说法啊，就去想说要去为五比丘说法。那中间啊，当然进到遇见一个人啊，易学优陀，但是。他并不相信佛说的啊，他认为你这么年轻又没有师父，你自己说已经成佛啊，那所以他就不问他了啊，那这个是错失良机了啊，那所以他就去直接去鹿野苑，他其实是在鹿野苑的半路上遇见易学优陀的啊，那这件事我们之前应该也有说过。好，那后来啊就去鹿野苑，因为他就知道本来他。五比丘没有住在鹿野苑的，本来五比丘是住在苦行林那边的，跟释迦，因为释迦佛在苦行林嘛，啊，那在那边啊，如果你们有去印度啊，他那个山洞里面修苦行，啊，6年在那边修，那五比丘就在那里。五比丘不知道是苦行的第几年去的，不知道，应该可能是第一年就去或第二年去，啊，因为佛陀修禅定的时候，五比丘还不知道他在哪里，啊，后来修苦行的时候常住在那里。啊，那五比丘是打听啊，金化王打听嘛，然后派五比丘过来，就跟在他旁边保护他了，是这样子的。那后来释迦佛认为修了6年苦行，还是没办法得解脱，所以他决定啊放弃苦行，后来才有所谓的中道的说法，然后自己一个人去这个。他放弃苦行之后，五比丘就看不起他了啊，因为当时有很苦行浓厚、苦行得解脱的观念。啊，当时主要有两个，一个就是有解脱，一个是没解脱。那没解脱的就不用讲了啊，像富兰那这个就是没有业报、没有解脱的啊。六世外道里面也有强调没有解脱、没有烦、没有圣的。那强调有解脱的，有各式各样的方法得解脱。那么最主要就是苦行啊，跟禅定啊这两种方法。那苦行越近得解脱，那禅定心极近得解脱啊。那释迦佛已经修过禅定了啊。那禅定的理论是你到那个境界你就知道有解脱没解脱，可是释迦佛已经修到当时的最高境界了，叫做无所有处定跟非想非非想处定，再上去没有了啊，那所以已经到最高境界了，但是他说你这个就是解脱啊，这个就是非果即果啊，就是这个不是解脱你却认为是解脱。好，那释迦佛知道这个不是解脱啊，那所以他因为他已经到最高境界了啊，他可能不在不久的时间就得最高境界了。那释迦佛我们说过，在讲他的一生的时候，讲到释迦佛做王子的时候就曾经有禅定的经验了啊，他是四城门啊，他出外游观，那么看见老病死回来就思维这个问题啊，或是在路边他就入了禅定了啊，他就思维这个问题就入了禅定了，他已经有禅定的经验了，所以他再去跟这个阿罗罗迦兰跟闼婆罗摩罗子修的时候很快就得禅定，但是经典没有讲他到底是修多久得到这个最高点的啊。
那但是一般是把它修苦行跟修禅定合起来就是六年啊。那其实释迦佛最早是也是修苦行的，但是一天他就离开了，他觉得这个不合理。那第后来才去修禅定，修禅定没有多久啊，因为到底多久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没有记载啊。但是我们想应该不会很久了，不会超过三个月了，我想啊，因为他在家已经有禅定的经验了，然后他去其实是很快的，然后他又一心向道啊，那所以他到两个地方嘛。那得了禅定之后，他发现因为再上去没有了，再修就是这样而已啊，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不是解脱，所以后来他并不是去修苦行，他到苦行林里面去，那么修行啊，那以一马一脉为主啊，他也是苦行啊，但并不是那一些种种无意义的苦行。他当时第一天去到苦行林，他已经看见没有意义的苦行了，所以他舍去这些没有意义的。他再次到苦行林去的时候，就是他再去修苦行的时候了啊，他其实是舍弃那些没有意义的，那么其实就是以一马一马啊，头埋在沙里面啊，洗三次澡啦，怎么样一大堆有的没有的，吃牛粪吃马粪啊，啊学牛吃草啦，学狗吃大便啊，啊这些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他已经知道了。所以他在苦行林修苦行，一就是在苦行林修禅定，然后想要得解脱啊，但是他发现苦行反而让他不能得解脱，因为苦行是修到死苦尽，那么就解脱。那释迦佛如果有这个观念，我就一直修苦行，我一定可以解脱，修到死都不能得解脱。所以他后来修了六年，发现啊，因为很瘦了嘛，啊，苦行下你看他说剩排骨，啊，因为都没有什么吃嘛。其实一麻一麦只是比喻啊，啊，你要吃一麻一麦，你倒不就不用吃啊，啊，但是他还是有，但是他只是比喻，就吃很少，啊，那个入了禅定基本上不吃的嘛。你入了禅定，如果说七天，你七天是没有在吃的啊，就好像冬眠一样啊，啊，入了一个月啊，通常一般来讲是七天就要出定，啊，但是有些也有超过的，像虚云老和尚就超过，啊，不过他超过太久出来身体会坏掉，业报身会坏掉啊，所以一般都不要入定太久，啊，然后要出来，然后再入定这样。好，那释迦佛这样修之后，后来发现啊，苦行不能得解脱。所以他就决定要换方法，可是没有方法，他自己找方法啊。所以他先去把身上的，因为不剪头发不剪指甲啊，就六年苦行都在禅定嘛啊，然后他基本上已经是蓬头垢面啊，那么身体羸弱的状态，所以他就去洗澡啊，到那个泥莲禅河去把身上的污垢洗掉，然后就遇到这个牧羊女啊，那么给她了一碗粥，她就吃了。那五比丘应该是跟在旁边的啊，所以她看见释迦佛吃了一碗粥啊，那么这个不得了了啊，那就觉得啊，她不修行了。那这种有时候人会有时候太过，就是太过执着就会这样啊。像这个舍利弗有一次生病啊。那躺在病床上，那他们都用那个什么火梨果治病嘛。那他看见他床头有一个火梨果，那么那个提婆达多的四个伴党里面的啊，有一个屈迦里的样子啊，他看见，提婆达他去看舍利弗，看舍利弗生病床头还有一个火梨果啊，就是治病的火梨果，他就觉得舍利弗蓄积食物贪心、啊，你看这些人哦，你实在是啊。那你看他们的观念就是这样啊，就是你要一无所有啊。那其实那生病了就有一个治病的药在那里，他也觉得啊，你这样是贪心啊，你这样没有少欲知足啊。那其实那这哪有什么关系呢啊？但是执着的人就很执着，像五比丘就会觉得，因为他不知道释迦佛在想什么。他说你坚持修行了那么久，六年是很蛮长的呢。啊，如果我们要坚持六年一麻一麦，其实是蛮辛苦的。不要说六年一麻一麦了，就六年日中一时就好了啦。啊，你先做得到六年日中一时，你就蛮不错的。不要说一麻一麦了，就一碗饭、一碗菜、一碗汤，给你三碗了、啊。啊，你都坚持不太住、哦、我告诉你。啊，那所以这个他认为，因为当时很浓厚的就是苦行得解脱的观念。
啊，所以后来提婆达多破和合身，为什么能够有人跟着他？大家苦行的观念浓厚嘛。那提婆达多就是强调苦行啊，啊，所以啊，那无比丘看见他之后，看见释迦佛吃了那一碗粥之后，他就觉得释迦佛已经放弃修行了，啊，不能忍耐苦行了啊，所以释迦佛就之后就决定去菩提伽耶，他们就不跟，啊，他们就不跟了啊，不然他应该要跟着去。释迦佛去菩提伽耶，他就要跟着去。其实释迦佛当时也没有说一定要去哪里，没有，他没有说啊，我要去菩提伽耶，没有，啊，那个叫做伽耶城啊，伽耶城，啊，是后来那边成道家叫做菩提伽耶的。好，那么他后来是一面走啊，一面想他要去，后来才看到那一棵大树，他觉得他要在那里修行，发愿啊，我就在这里修行。如果我没有成就，我就不起来，我就死在这棵树下了，啊，通常是这样。好。那后来这个无比丘就不跟了，所以无比丘不跟就去哪里呢？就去鹿野苑啊。鹿野苑那边是有一点像中国的终南山 啊就很多很多仙人，就是很多修行人聚集在那里修行，有一点像终南山，很多修道的人都聚到那里，小毛本啊非常多这样啊，当时的鹿野苑 啊所以后来无比丘就自己去鹿野苑了，自己去鹿野苑修行，就不跟着释迦佛，是这样子的。那释迦佛成功了之后，成道了之后，那后来啊，我们想说先要去度他，叫他禅定的两个老师啊，半路遇到啊优陀，然后这个都没有啊，都没有成就嘛啊，两个老师入无想定了啊，不入已经入无色界的了，不是入无想定啊，入无色界的往生了，到无色界去了。那无色界没有办法度啊，不起关啊，那么他后来啊，就去度无比丘，啊，是初转法的是从这边来的。好，那所以啊，那个时候阿难还不在，那时候阿难还不在啊。那但是阿难虽然不在，不过阿难要出家的时候，不是出家做侍者的时候，那么曾经跟世尊提过一个要求，希望啊，因为阿难有一个特点，就是从他做侍者之后，释迦佛说过的所有法，他一次就记得，他从来不会问第二次。阿难从来不会再问第二次，啊，世尊，你刚才是讲什么？你刚才讲是这个意思吗？没有，他听了就记得，而且就知道释迦佛在讲什么，不会再问第二次，啊，除了有一次例外，啊，就是琉璃王屠杀释迦族的时候，那么释迦佛跟阿难回到故乡去看，啊，看那个情形，啊，因为他本来挡在半路嘛，然后来琉璃王还是屠杀释迦族，后来释迦族被屠杀之后，啊，他们佛陀就带阿难，啊，去释迦族，啊，看了一下这个情形，这结果很多啊，尸横遍野啊，啊，城墙都被打破，人死了很多啊，那阿难一面看啊，一面触目惊心啊，心惊胆跳啊。啊，因为阿难才正出国而已啊，那释迦佛啊，神色都没有变，就这样走，这样看，啊，那后来释迦佛跟阿难讲，阿难，我常住空三昧，啊，然后这个因为阿难那个时候看心惊胆跳，所以对于释迦佛刚刚说他说了什么，有一点点模模糊糊了，所以他后来心情稳定下来，就问佛，世尊刚才是不是说？啊，那么我常住空三昧，怎样怎样怎样哦？那是那我就跟他讲是啊。那除了那一次之外，阿难只要是佛说的，他清清楚楚知道佛说什么，而且明明白白知道佛在说什么。啊，这个不简单啊，叫阿难。好，那但是阿难是佛成道二十年之后，成道二十年之后才做侍者的，这二十年之间。啊，他要做侍者，他跟佛说：“你这个就是说，希望佛把之前他没有听过的，那么再说一次给他听。”啊，那佛就讲啊，那最初为无比丘说什么？然后度三迦奢的时候啊，那么说受缚经啊，对无比丘讲什么？等一下我们讲啊。然后后来去度三迦奢啊，说什么？啊，然后度舍利佛目犍连啊，说什么？然后度大迦奢说什么？啊，就这样嘛。好，所以阿难就记得，啊，那不然照理讲，
啊，照理讲，阿难哪里知道？阿难那个时候都还在王宫里面啊，而且还是小孩子，很小啊。因为阿难如果阿难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他跟佛成道的时候他出生，那第一个就是佛出家的时候他出生。那佛成道出生，佛成道才六年啊，那他出生他才六岁啊。那么但是这个好像太小了啊，应该是佛出家的时候他出生啊，那么大概十二三岁。啊，就是两种说法了啊，就是佛成道的时候他出生，一种是佛出家的时候他出生。那佛出家的时候出生，看起来比较不会那么小了啊，他不然太小了啊。那六岁，那回乡省亲第七年，阿难出家，那也才七岁，那太小了啊。那如果再多个六岁或七岁，十三岁、十四岁，那比较合理一点。但是也有说更大啊，因为说阿难出家的时候就已经是比丘了。照理讲应该是还小了啊，因为他是最小的，所有的王子里面他最小啊，其实是这样。好，那这个讲阿难啊，这个因为阿难多闻第一嘛，记得最多啊，甚至他没有他最初不在现场的他都听过啊，甚至他没有跟着去的，我回来跟他讲啊，去见谁讲的是什么啊，所以他基本上记得非常多。但是就算记得再多，也不可能，不太可能所有佛说过的话他都记啊，不太可能。因为佛也不可能说啊巨细靡遗从头到尾啊跟他讲，那二十年中讲的那要讲多久啊，啊他大概重点重要的都有讲了，应该是这样。好，如果佛从最初到最后说的都记得，那阿难一个就够了，五百阿罗汉也不用了，对不对啊？阿难一个就够了，而且他记得是清楚明白，又不会错误，而且他后来又证阿罗汉，那阿难一个就够了啊。那其实照理讲，要五百人就是，你记得我没记得，我记得你没记得，那阿难是记最多，照理讲是这样，他记最多，但也不可能全部都记啊。所以你看结集的也不是专一阿难啊，啊阿难这样说，其他的阿罗汉这样说，那其他的阿难那样说，同案并列，你看杂含里面就这样啊。啊，所以他也不太可能就是都是阿难记的，有些是其他的阿罗汉记的。好，那这个我们先了解一下结集经典的一个状态了。好，所以他问阿难，佛初最初在何处说法，说何等法？那阿难就回答，这个就是所谓的初转法轮啊。那么他说，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波罗奈国仙人住处啊，这仙人鹿林中啊，鹿野苑一般就是修仙人住处，鹿野苑。那仙人其实是修道人啊，啊修道人。那有时候觉悟者也叫仙人，那还没觉悟在修道的也叫仙人，啊，其实就是很多人聚集在那个地方修行了 啊。鹿林就是那个地方可能很多鹿了啊，叫鹿野苑。为无比丘说是苦胜地，啊，就为无比丘说法。那么到底说什么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佛最初说法到底说什么。那么如果我们去看转法轮、初转法轮的记载非常多，那么大概不离开啊，说最多的是说四谛，然后是说缘起、说中道啊，那么主要是说无我啊，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是佛法的核心，它就是缘起、四谛、中道、无我。缘起就是四谛，缘起就是中道，缘起就是无我。好，那么但是我们从这个推理啊，从理论来讲，那么一开始佛去鹿野苑的时候，无比丘知道他要来是不理他的，是大家只有说等一下那个悉达多王子啊要来的时候，因为他还不知道他成佛，但是他有听说他成佛要来找他们啊，因为是走路去的嘛啊，虽然有神通，但是他佛陀都是不太特别，没有事不显现神通，都是走路去的，他要走很久的。那这个无比丘知道他要来啊，大家商量好，等一下这个王子来了，大家不要理他啊。为什么啊？很简单嘛，我们不是想修行，无比丘不是想修行的，是净饭王派来保护王子的啊，没办法啊，就要跟着他修行啊。他苦行要跟着他苦行啊，不然怎么办啊？那后来他竟然不修行了，他也不能回去啊。无比丘说啊，因为悉达多太子放弃苦行，放弃修行，所以我们就回来了，不管他了啊，哪里可以啊？所以他们也回不去啊，
他们本来是荣华富贵的生活啊，然后一开始可能有一点半强迫了啊，然后被这个国王啊，然后来命令来这个来保护这个太子休息，那后来也回不去了，所以他对于我们牺牲了自己家庭啊啊享受啦、啊、来帮助你修行，结果你最后跟我讲你不修行，所以他们内心有一点点不太谅解啊，这个是很正常的啦啊，所以他们就说彼此说啊，等一下悉达多达来的时候，太子来的时候，大家不要理他，不要顶礼他，不要恭敬他，不要跟他讲话啊。然后后来大家都约定好了，然后后来这个佛去的时候，他看见佛，因为有威德力了，其实有修行的人有威德力啊，就自然会摄受。那么他看见他，不由自主的五个人都跟他顶礼啊，其实是这样的。那佛最初如果照情理来讲，最初就是讲中道，这个中道就是离苦乐两边的中道啊，因为他们执着苦行得解脱啊，那么有一些执着啊，随意啊，乐啊，五欲得解脱。那但是佛陀讲，那么执着五欲在家的，那么或是说一些外道，他固然不对，但执着苦行可以得解脱也是不对的，要先让他们知道。好，那这个问题就牵扯到什么？那既然不是现在的所谓的一般的执着五欲的啊，五欲当然障道不能得解脱，那么苦行离欲，那么也不能得解脱，那要怎么样得解脱？就有牵扯到这个问题。就会牵扯到那到底什么样才能得解脱，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所谓的八正道，没有中道这个概念，没有，也没有缘起无我这个概念，无我不是现在的无我的概念，不是佛的说的无我的概念。好，那么所以佛为无比丘说啊，那么基本上以中道行得解脱，所以最初初传法人讲的应该就是这个离苦乐两边的中道。好，但是他不是讲这个而已，他接着就会牵扯，好，那不能依苦行得解脱，因为释迦佛就是放弃苦行的啊。那释迦佛放弃苦行之后得解脱的啊，啊，那么他坚持苦行的时候反而不能得解脱啊，啊，反而不能得解脱啊。所以他先跟无比丘讲这个道理啊，所以先离苦乐两边的中道啊，后来有所谓离常断两边的中道啊，常见的我，因为一定要无我才能得解脱。你没有无我，你是不能得解脱的。那不是一般的常见的或是断见的我，不是的啊。那么最初是先讲这个了，然后就跟他讲，好，那到底怎么样得解脱？那释迦佛就开始跟他说，一般来讲，初转法人都是讲四谛，所以后来才会说声闻依四谛得解脱，辟支佛依十二缘起得解脱。那其实四谛就是缘起啊。但是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四谛是整理过的，佛说的。缘起不是，缘起是一种概念。你坐在世下，此故彼。那么你即使没有佛，你依然能够见缘起得解脱的，那个是辟支佛。所以后来就会讲，释迦佛那阿罗汉证四谛，辟支佛见缘起。其实缘起就是四谛，这四谛是被归纳的苦集灭道。好，那之后就有很有名的所谓讲四谛，所以一般来讲初转法人都重在讲四谛。那其实你如果仔细去跟他看，他其实包含啊离苦乐中道，他其实包含四个部分：缘起、四谛、中道、无我啊。所以我常常讲佛法的核心就是这个。好，那么这个是很明显的这个声闻，就是说我们讲阿毗达摩归类出来的啊，其实它很整齐啦啊，那么它基本上是所谓的三转十二形象，这个四谛，这个是三转，啊，十二形象啊，那么就变成有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其实它就是文思修正而已啊，文修正。那么他先跟他讲，好，那到底怎么样才能得解脱？啊，那就要牵涉到不能解脱是为什么？啊，就要讲这个，到底什么可以解脱？那为什么不得解脱？好，那就要讲到这个世间，我们这个世间，因为基本上这个世间就是苦啊，所以常常叫做纯大苦。缘起讲到最后就纯大苦蕴聚集嘛啊，这个世间是苦，有什么苦？有苦，有劳苦啊，有苦，有坏苦，有行苦啊，有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苦
啊，就是说，那么第一个要先确定要解脱，要求解脱。那为什么不能得解脱？那么才是原因。你不求解脱，你能不能得解脱？那都不是问题啊。那你为什么你不解脱，你就一直受苦啊？所以要有知道这个是苦，有逼迫性，你应该知道世间是苦啊。这个很明显是整理出来的啦。啊，我相信释迦佛讲应该不会说哦，此是苦，汝应知此是苦，我也是，应该不太会这样讲啊。那这个是很明显的阿毗达摩真理，后来所谓的啊四谛十六行相啊，那个也很明显是阿毗达摩真理出来的。好，那此是苦，逼迫性，汝应知，我已知啊。基本上就是先讲这个了啊，叫做三转嘛，叫转法轮啊，讲三次，讲就四谛的概念。啊，那四谛基本上就是这样嘛，有因有缘世间集嘛，世间集嘛，有因有缘世间，有因有缘世间灭嘛，它基本上就是这个道理而已啊。好，那么我们为什么生活在这个世间？那我们为什么会受苦？啊，那么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的属性是什么？啊，就是这个世间是苦，你要知道。好，那么这个苦从哪里来？因为它这个是修行的方法。我们之所以会受苦，是因为有业，所以业尽苦就没有，那就解脱。那个是当时的概念啊。那释迦佛会跟他们讲啊，苦，我们这个世间有苦啊，那我们要知道，所以要求解脱，解脱可以离苦。那么苦是从哪里来啊？那就是从烦恼来，所以从集里面集，集就是苦因啊。世间就是苦果，我们这个生命。轮回就是苦果啊，那么从这个苦要怎么样得解脱呢？解脱的概念是当时的沙门婆罗门有的概念。婆罗门大多数是想升天，沙门是反婆罗门，他大多数是想解脱的啊。那他就告诉他啊，那么我们的苦因，这个是苦因，苦的原因是什么啊？就是因为无明有行，有行有事，缘事有名色。我们后来叫做无名缘行，行缘是四缘名色，啊，乃至生老病死、忧悲恼苦，啊，存大苦因聚集，啊，集就是我们这个苦基本上是从哪里来？那么详细讲，就是因为无名行四名色六路就是这样有的。那怎么样可以离苦？怎么样可以离苦？无名两个，一个无名灭则行灭，因为无名有业。所以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思灭，乃至存大苦聚灭。那怎么样灭？八正道啊。后来从八正道衍生又更多四念处啊。不同的人一开始修行的方法就是八正道啊，后来对不同的弟子啊讲不同的四念处、四正勤啊、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啊、八大人觉、七圣才啊，非常多。那后来整理出来所谓的三十七道品，啊，那这是这样子的啊，那这个是道啊，那灭啊，灭就是灭苦，苦灭，灭就是苦灭啊，因为你有苦，你一定要求解脱，求解脱就苦灭，那灭苦之道是八正道，那灭苦基本上一定是无我的，一定是无常无我的，一定是无常无我的，涅就是涅槃。涅槃即灭啊，那么完全的止息，苦的完全止息，苦的完全止息，完全彻底就近的止息啊，完全彻底就近的止息啊，不再有苦了啊，所以这个是涅槃即灭的现象。那么你一定是要知无常无我才能证涅槃即灭，所以后来就形成三法印嘛啊，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即灭，啊，那么你要得到灭，那么一定要顺于八正道，啊，那这个是后来，所以这个初转法轮到底讲什么？啊，那灭是可证的，是可以，啊，像现在的灭可证性，对我们来讲，很多人认为。证出果都很难啊，得出禅都很难啊，还要得涅槃啊。那在这个时代，对于我们这种业障深重的人啊，那生在这个五浊恶世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后来就有末法异义人修行，汉医得道
唯一念佛得度生死这种观念出来啊。那这种基本上就是现在的道不可修，现在的灭不可证啊。但苦一样苦，集一样集，那缘起变成这样了啊。那就是有因有缘世间起，但无因无缘世间不能不灭，无因缘世间没办法了，你再怎么修都没办法了。那这样是错误的啊，所以我们应该要转回来，就四谛。佛说四谛不可另异，有因有缘世间起，你只要把那个因缘去掉，你就一定可以灭。跟你在什么地方，你是什么人啊，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啊，你是什么人，你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代，佛2500年前2500年后你都可以解脱的啊。这种观念其实在现在很重要，因为大多数的人认为我自己没有办法，所以要靠佛靠菩萨啊，靠精力靠咒力靠其他的法力啊。那其实我们上次讲过，智一止法一止不愚一止啊，就前面的已经有说了。那这个观念现在很多人没有啊，就是不是此时此地此人啊，修行的三个重要观念，此时此地此人，然后修法，法要弃离弃机。那弃修法有三个很重要的观念啊，一个就是正确，第二个就是适合你啊，第三个就是你要纯熟，你要把这个法练到纯熟。那三个去向，向上向上向解脱。那这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没有的话，基本上此时此地人就是现在修行的时机，就是现在，不是等我到哪里之后，等我死之后，等我什么时候再修，没有，就是现在，就是这里，不是我到什么国土什么国土我再去修行，没有，再去跟谁修行，不是这样的啊，是不是我到其他的地方之后我才开始真正修行，没有，不是我在之后以后我才来修行，也不是啊，我到了什么地方啊，遇见谁之后我才可以修行，没有，就是现在，就是这里，就是自己，不是我要有谁在身边我才能修，谁不在我身边我就不能修，没有这种，只要有法就可以啊。你在这个善知识旁边也是闻法修行的，也不是你站在善知识旁边他就摄受你让你有修行的，也不是，那善知识不在旁边，法在啊。所以佛告诉阿难，念佛涅槃时以法如是，你我不在没关系啊，我的法你记清楚就好了啊。修行的理论跟宗旨，修行的次第跟方法，修行的殊胜跟功德，你把它弄清楚就好了。佛在跟不在不是重点，佛在是为了把这个法，解脱的法告诉这一些不能解脱的人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那么所以他就所谓的有所谓的三转十二形象这个观念出现啊。那么告诉他啊，而且佛是通常他是这样啊，通常都是闻思修证 啊。那么你要知道闻啊，你要知道苦集灭道，苦我们现在是苦，那我们的苦是因为我们的业跟烦恼啊，业跟烦恼啊。那详细讲就是啊，无明缘行行缘事啊。那么我们是可以离苦的，是可以离苦得解脱的。要怎么解脱呢？一八正道得解脱，它有可修性。那么这个你应该知道。那么知道了要怎么样？要修啊。那么这个是修之后就可证，可证。应知应断应证啊，那这个就是闻修证。那你要经过如理思维，那就变成闻思修证了。它通常是这样的。好，那所以苦因详细讲是什么啊？详细讲就是十二缘起啊。简单讲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啊。那以什么样得解脱呢？一八正道。所以那八正道不离开，就是非常非断的无我。它不是断灭的无我，也不是常见的真我啊，不是的。那怎么样可以证无我？一八正道啊，或说一四念处，后来就啊四念处、四正勤、四六位足都可以啊。但是就是以最初说的八正道，那么总说是八正道。好，那这个是那灭当然就是涅槃，所以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啊，得无我，然后得涅槃，基本就可以完全止息啊，证得无我就可以完全止息。
那所以无比丘证阿罗汉，基本上一定要知无我，一定要断我见，断俱生我执，啊，他断烦恼，断我见跟贪爱的无明跟贪爱嘛。那么要断贪爱，那么一定是依八正道的，啊，就戒定慧。那他们的戒跟定之前的修行已经有了，啊，那现在欠缺的就是慧而已。像释迦佛也是啊，他戒跟定在菩提树下之前已经具足了，他就差那个慧而已，啊，所以现在把慧具足了就有了。那我们现在虽然知道缘起，虽然知道无我，日思夜所，好像那个烦恼山没有办法撼动，那个就是你戒定还没具足，啊，你要从戒定信尽念定慧，啊，你也许还不具正见，还没有正信，也许不清净，也许没有正念正定，最主要的就是没有无漏慧。没有无漏慧是因为没有正念正定，没有正念正定，你很可能是你没有律仪啊，就是你持戒不清净，所以它有障碍，有忧悔，心有忧悔，身有障碍，业报的障碍，业报。报障、罪障、烦恼障，所以那没办法。那么有一部分就是因为有五欲，你贪这个烦恼障、五欲执取，那么你只要有贪、欲贪、嗔恚、吊悔、疑啊，那么这一些它就会障碍你正念正定不成，正念正定不成，不能引发无漏慧。那这一些我们要知道这个过程啊，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可以得解脱？为什么我们不能得解脱？为什么我们会受苦？为什么可以怎样可以不受苦？所以我常常讲佛法就两件事嘛，我们为什么会受苦，我们怎么样可以不受苦，就讲这两件事而已。那这两件事踢开来就是苦集灭道啊，我们怎么可以就永远世间起，永远世间灭嘛，啊，那你了解了，你要知道我到底欠缺了什么啊，我现在欠缺什么。如果你有障碍，你不要只是埋怨自己业障重，天天在那边忏悔，当然忏悔要，那你天天忏悔也没有用啊，啊，那所以你要知道我欠缺的是什么，你去把它补足。我不该有的我有了，那么你把它去掉；我应该有的我没有，你把它补足，啊，那通常就是所谓的五根五力嘛。那么你要了解到这一些，啊，那么或是你方法不正确。或是你非法说法，非律说律，啊，法说非法，非法说法，啊，就是这样，啊，像提婆达多后来另立无法，啊，他就跟人家讲，啊，八正道要得解脱还比较难，你现在照我的方法持无法更快，啊，所以后来很多人跟着他嘛，啊，法说非法，非法说法了，啊，那他认为啊，律说非律，非律说律了，啊，他说这个不可以剪指甲，不可以理头发。为什么头发跟指甲都有生命啊？你这样是杀生犯戒，那非利说利啦啊！所以这一部分其实我们看一下现在的佛教，其实很多这一部分呢、啊，我常常讲嘛，就是戒禁取这一部分，非法说法，法说非法，非利说利，利说非利，非因即因，非果即果啊。那么非因即因，非果即果，非法说法，非利说利这一部分。我们如果没有把它弄清楚的话，其实修行你就是卡在那里啊，而且你还以为我都这么用功了我还不能解脱，那一定是我业障重，跟二十一儿一样的啊，我业障重所以我不能解脱，不是业障重，观念错误，方法错误，你就错误了啊，你就错误了，观念错误，方法错误，你当然就不能成就啊，啊，就是真沙要煮饭，你要拿米来煮饭，你拿沙来煮饭，那么取石炼油，你拿石头来炼油，你怎么炼出这个油来呢？啊，那所以叫做非因即因嘛，啊，那非果即果，你现在的境界不是解脱啊，你认为是解脱，像佛陀的两个老师啊，苦行外道是非因即因啊，这样的方式要得解脱，那修禅定的有一些认为这样的境界就是解脱，所以他就得少为主。死后升到无色界天，反而障碍解脱。长寿天啊，三途八难啊，反而障碍解脱啊！啊，那执着这样的境界是解脱，那个也是错的。这一些如果我们都不知道，在错误的站在错误的地方，你站在太阳底下，然后想着心静自然凉，有办法吗？没办法啦！你站在火炉旁边，然后想着心静自然凉，有办法吗？没有办法。你把手伸进去100度的水里面，然后说唯心所现，凉的凉的，可以吗？不会啊！我告诉你，
啊，那所以很多东西我们要清楚，这个观念就是错误的，这个方法就是错误的。现在世间的现在的佛教徒啊，用功的非常多，但是正确的用功方法的人不多啊，真的啊，你好好想啊，这我出家也蛮久了，三十年了，然后我看到的，然后我自己也反省我自己了啊，从我开始修学佛法是怎么用功的，这样一路上来，我发现大多数的人都还不知道真正的佛法是什么啊。当然我们一开始都是这样啊，一开始是这样，但不能一直是这样啊。你一开始读幼稚园，你人家都读到大学了，你还在读幼稚园，对不对？那这样哪里可以啊？那所以我们基本上佛教徒要透过多闻熏习、如理思维，然后要依教奉行，渐渐提升了。所以佛法有一个向善跟向上，它一定会提升啊！你说没有，等到我去极乐世界，我自然就可以提升，没有，此时此地的人，你现在修不来的啊！你说你活着的时候不修行，等到我死的时候啊，我留一点钱，请我的子孙，请我的徒弟啊，请我的师父给我办一场什么法会啊，让我可以超度。现在的佛法念给你听，你都无动于衷，那么死后找很多人来念给你听，你就超度啊。那活着不要修，有赚一点钱，死了请别人帮我们超度就好，哪有可能？就是此时此地之人，就是自己，就是现在就要修，就在这个地方修。你不要说其他地方了，我找一个地方，没有，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修行，但是一开始要找一个好地方，那确实是啊。但你一辈子都在找好地方，都在找善知识，那么所以才告诉你，求善知识，求善护念，无如什么？无如不妄念。对于你已经修学的正确佛法，常常谨记在心，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修行的观念，其实如果你没有先掌握清楚，我告诉你，要不是徒劳而无功，就是背道而驰啊，那很麻烦。好一点的事倍功半啊，有一半算不错了，那有的是完全徒劳无功的。那但是如果你没有正确的观念，那个一定叫做终亏一篑，啊，就是最后没有办法成功的。那这个是很重要啊。那这个是初转法轮啊，初转法轮基本上啊不离开我们说是中道、四谛、缘起跟无我啊。好，我们先下课，点字凝聚。
好，我们继续来看，他这里讲啊，那么我本不从他文啊，法中正意念得眼智明觉。好，就是说释迦佛解脱成佛啊，那么并不是啊从他文啊，那声闻弟子就是从佛闻的啊，那释迦佛是先觉，而且是自觉。那声闻叫做后觉啊，那么由他觉啊，那这个是不一样的。像辟支佛也是自觉啊，那么法这个法基本上就是缘起啊，那缘起无我，那么他在思维啊正意念而眼智明觉啊，就是一般阿含经啊，这法中正意念得眼智明觉。法中正意念得眼智明解，阿含经就叫做见法、得法、知法、入法，啊，那么法中正意念啊，它这里是法，这个法实际上是缘起物，法中正意念，它就是思维，啊，那么得眼智明解哈，那基本上这两个应该是啊有关系的啊，那只是我们知道的这样说出来。那但是还没有看到有人把它列在一起的，但是我们就是先让他知道啊，法中正意念得眼智明觉。那阿含经你会常常看到啊，杂含你会常常看到啊，那这个佛弟子听佛说后，那么见法、得法、知法、入法啊。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眼智明觉，那么也有很多种解释啊，大毗婆萨论啊，像底下的注解他有讲啊，所谓的眼是关键意，那大毗婆萨论就是分别名相的嘛，性相的嘛，所以他会解释啊，有很多种解释啊，关键意、决断意、照料意、检查意啊，眼智明觉啊，那一说法就是啊，如实观察，确实体证断诸无明啊，明是从无明讲的啊，那么断诸无明就得明啊，然后觉悟真理。那么简单的说法来讲啊，就是这个法就是真理啊，那见法啊，看见真理啊，但是阿含经里讲说的，但见缘起，不但见有法，不见有我啊。啊，那其实换一个说法就是，知见无我。啊，就是而知无我了啊，他知道无我啊，但见得缘起，知道无我，见缘起法而知无我啊，或是见无我啊而知缘起啊，那基本上是这样啊。那看见真理，体证真理啊，那显明真理啊，那么觉悟真理啊，那么也可以这样讲啊。那这个是所谓的眼智明觉了啊。不过我们跟阿含经的见法、得法、知法、入法啊，那如果要来对照的话，我们也不晓得怎么对照啊。那么也可以讲啊，见法这个是很明显是见法，啊，那么这个智啊智，这个也可以是知法，我这个是知法，因为智也叫做知嘛，啊啊，那入法啊入法可以是觉啊，也可以是这样了啊，但是我们不晓得了，就是说，只是我把它关联起来啊，给大家知道而已。好，那这个是属于比较。名相的问题了啊，的眼智明觉，那其实就是啊，应该就是阿含经里面的见法、知法、见法、得法、知法、入法。好，看见正得了知悟入啊，看见真理啊，那么正得真理、了知真理、悟入真理啊，那么也可以这样讲。好。来看啊，再接着底下看啊，他说四经四中因广说啊，后面会讲啊。好，那现在如集法经中广说啊，他底下有注解啊，集法经是北传里面安世高翻译的，后汉安世高很早的啊，那么汉朝主要就是安世高跟支罗迦谶啊，那他是非常早的啊。那这个最早把经典带过来的了啊，那他有翻译所谓的迦摄结经，就是迦摄结集的这个经啊，有大概有这样讲啊，那里面有说到啊，
就是在解下之后啊，迦摄结经里面说到，那么迦摄要结集这个经典啊，那迦摄为什么要结集经典啊？那基本上是因为，那么知道佛入灭，那么他从王舍城啊，他一直住在王舍城，从王舍城赶过要赶去居士那，王舍城到居士那很远啊，啊，那么中间要王舍城是在南边，居士那是在北边啊，就两边呢 啊，那佛陀基本上就是从王舍城到居士那。那居士那就是在迦毗罗卫附近啊，也在王舍城，离王舍城比较近。那前面还有个前面还有很多国家啊。那么主要是一个毗舍离，然后再往前就是王舍城啊，摩揭陀国。那他要去到这个居士那的时候，遇到拔难陀比丘，因为听到佛涅槃，他反而生欢喜心。所以那个时候迦摄开始觉得要结集经典，要把佛说的律啊，迦摄比较重律啊，要把佛说的律跟法要结集起来啊，那个时候发这个心的了啊，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说啊。然后后来要结集经典之后，他先请一个叫做不那比丘啊，那么也有叫做圆满比丘的，反正就是这个比丘的翻译不太一样啊，反正叫做圆满比丘啊，或是音译叫做不那比丘。那么去到刀立天啊，请这个谁呢？就是迦摄要结集经典，这个就是《集法经》里面说的，其实叫做迦摄集经啊。那里面说就是大迦摄要结集经典，那结集经典到底在什么时候呢？啊，那有的说是佛灭后三个月，有些说是佛灭后两个月。结集的时间有多长呢？有些说是三个月，两个月到三个月，有些说是七个月啊。南传好像讲七个月，北传讲大概三个月啊，不到，就是两到三个月了，就是三个月啊。那佛灭后多久结集经典啊？那一般像佛是什么时候入灭啊？十二月，南传的北传的不一样啊。那有的时候是初八，有的时候是十五啊。那因为半月半月怎么算不一样啊？那佛涅槃应该是十二月，佛涅槃是几月？佛出生是四月，成道是十二月，啊？啊？涅槃是十二月嘛？有的是十二月八号，我们叫做腊八粥的嘛；有的是说十五嘛，啊？那成道是四月嘛？那如果是解下后，如果一迦摄集经来讲。佛涅槃后，那没有多久就荼毗了嘛。迦摄去大概七天之后，七天一般来讲是七天之后，在居士那入涅槃之后，移到天冠寺荼毗，啊，然后塔分八王分舍利，啊，大概是这样。那如果是十二月涅槃，如果啊不管初八十五了，北传都讲初八了，南传都讲十五了哈，那就算十月十五好了。十月十五的话，解下之后，迦摄集经是说解下之后，解下后才什么？才结集经典。解下是七月，解下是七月，啊，因为四月到七月是结下，啊，那佛陀如果十二月入涅槃，那之后过三个月，大概就四月嘛。啊，十二月，然后十二月十五之后还要过七天之后荼毗，或再过几天之后，然后这样的话大概就一月了。一月之后过三个月，过三个月结下，四月十五结下嘛，啊，那结下之后再过三个月，七月十五结集，啊，那就七个月了。那但是就是，所以传说是佛入灭后三个月的话，三个月就变成结下之前了 啊。那有的说是两个月啊，但是这个就不晓得了，是他们时间怎么算的，我们不知道了啊。那所以这样的话，也我们时间上也不太清楚。如果说解下之后，迦摄集经说解下之后，那么。是结下是四月七月十五啊，是农历的啊。七月十五解下，那已经十二月到七月已经过七个月，至少过七个月
啊，或是六个月，至少过六个月，啊，所以如果我们要仔细来算呢、啊，但是这个记载本人就不太知道啊，就好像说阿难跟提婆达多到底是谁的儿子，啊，除了狮子甲王有四个孩子嘛，啊，就男种了，男种有四个，净饭王、白饭王、甘露饭王跟胡饭王，除了净饭王不是而已，其他也有说甘露饭王的，也有说白饭王的，啊，也有说甘露胡饭王的，啊，那都有讲。所以印度这个记载哈，然后传说到非常混乱，啊，所以也我们实在是有时候要来确定什么事情，有时候蛮难确定的。好，那只是现在我们说这个结集啊，就是结集的时间到底多长，到底在什么时候结集啊？那么有一点说的不太一样啊，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这个集法经说的就是迦摄集经了。这底下讲的迦摄结经啊，结集的经典啊，那他是说解下之后，那么浅一个叫做不那比丘啊，那有的根有律说是叫做圆满比丘，那这个比丘他基本上住在刀立天啊，不是这个比丘是交饭波提的弟子啊，不是啊，讲错了，这个比丘是有神通的，是心学的比丘，所以叫他到刀立天请交饭波提。那交饭波提为什么要先请交饭波提呢？因为迦万波提是舍利佛的弟子，舍利佛是智慧第一的啊，那他又是比较早的啊。那佛法有两个人啊，很特别，一个哈、哦、佛教他不要留在人间，到天上去；一个佛教他不能离开人间，要一直在人间啊。那叫他留在人间，叫他不要在人间，因为会给人间的人造业啊。你要天上的人看见你不会造业，因为他是叫做交换波体，是吃了东西会再吐出来嘛，啊，那一般的凡夫看见了就会毁谤了，啊，就会积险了，所以你不要在人间，你到天上，啊，天上吃的东西又好，然后也不是这样吃的啊，然后他有天眼，他也知道你是圣者，啊，他不会积险你，啊，那给天人修福报啊，那另外一个是宾陀鲁婆罗多，佛说让他不能离开人间。啊，因为他用神通，那所以佛说你要在人间给人间种福田，啊，那所以传说只要有共生，请宾陀鲁婆罗多他就会来，啊，那现在还在，宾陀鲁现在还在，他用神通力可以就是维持这个色身啊，一劫到底是多长啊？应该几万年应该也跑不掉了啊，应该可以。好，那这个是从交换波体来讲啊，他就到刀立天请交换波体。不过交换波提一听说佛入灭，然后他的师父舍利佛也入灭，然后目犍连也入灭，他说那我也要入灭，他就入灭，那这个是很有名的啊，所以佛入灭之后，其实很多阿罗汉都跟着入灭，佛知道佛要入灭就跟着入灭的啊，舍利佛、目犍连啊，然后大爱道啊，就是很多人都入灭。那么听到佛入灭，然后也入灭的也很多。听到佛入灭，包括须跋陀罗都知道佛要入灭，就先入灭了。包括须跋陀罗知道佛要入灭，就先入灭了。啊，那舍利佛、目犍连其实也是，他也知道佛多久之后要入灭，他也先入灭。大爱道也是，啊，就是先佛入灭，不忍见佛入灭，啊，就先佛入灭。然后须跋陀罗也是，啊，然后后来知道佛入灭就入灭的，啊，交换波提还有很多阿罗汉。知道佛入灭就入灭了，啊，那么有一些人留下来啊，所以大家说后来集见权嘛，没有入灭的阿罗汉，请不要入灭啊，就讲这些事了，啊。好，那好，那我们再来看啊，他说如集法经中广说啊，我们就不广说了啊，那就是大概讲一下就可以了。他说佛入涅槃，世间也灭。好，佛入涅槃时，第六种动诸河反流。疾风爆发，黑云四起，恶雷彻电，暴雨骤堕，啊，那么处处星流，啊，就是有流星了，啊，那么通常流星的时候都是比较我们说扫帚星，啊，就比较不好的时候了，啊，这世间的人是这么想的啦，啊，有天地灾变的时候了，狮子恶兽啸吼唤呼，诸天世人皆大嚎啕，啊，那么这个是形容。啊，那么好的部分就是佛出生的时候
啊，这树木啦、啊、天人啦、啊，啊，这个祥兽啦、啊、祥瑞啦、啊，啊，那还有佛出现的时候，啊，那么经典在描写哦，就是那么这个那个跛脚的脚就好了，失明的眼睛就看见了啊，那么就想着也是有一点点就是夸张了啊，那么通常就是在形容，它就是形容，然后这里就是啊，这个佛入涅槃的时候啊，就是比较不好的现象都出现了，有情无情。多感悲哀，那佛出生有情无情，多感喜悦啊。那佛出生，佛出家，佛成道啊。那么佛转法轮，这个都是很有些会形容很多祥瑞了啊。那佛入涅槃也是啊，有一些征兆，这些征兆就不好啊，就悲伤啊啊，悲伤痛苦的这些征兆。好，那这个。雷电暴雨啦、啊、黑云啊、疾风啦、啊，啊，第六种震动啦、啊，啊，那第六种震动形容好不好都有啊。那这个我们知道就好了。诸天世人皆大嚎啕，诸天人等皆发誓言啊。那基本上就是当时的人啦、啊，也不是所有的天跟所有的人啦、啊，因为佛陀其实他的佛陀入从成道到入涅槃，他的化区基本上是在恒河两岸而已。啊，那当然，佛弟子有一些更深入到其他地方啊。但是其实第一个不离开印度，第二个基本上就在恒河两岸比较多啊。那也不是所有的人，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信佛。那你看舍卫城，佛在那边25年，才1/3的人信佛。那么多阿罗汉，佛在那边20几年，才1/3的人信佛。啊，那你就发现到，其实也不是所有的人，也不是多数的人。会因为佛入涅槃就很悲伤啊？也不是，啊，也有些人会很高兴的、啊。佛弟子，你看那个大家是为什么要结集经典？啊，就是有一个把他要去，他要去见佛，就是佛已经入涅槃了嘛。他赶着去，带着一群人赶着去的时候，半路已经要快到居士那了啊，在居士那那个附近，那么遇见一个拔难陀比丘，啊，所以说佛入涅槃了，因为佛入涅槃而欢喜的啊，所以大家这才发心说要结集经典的。啊，那这里是说，那个诸天劝请大家说结集经典的、啊，那这个后来就变成一个惯例，就是说，诸天劝请佛转法轮，然后诸天劝请大家说结集正法，啊，就变成这样。好，那我们到底下看呢、啊，啊，所以他说，这个诸天人等皆发誓言，佛取涅槃一合即哉世间缘灭，啊，就佛入涅槃怎么那么快呢？啊，怎么那么快呢？啊，世间唯一的智慧之灯、智慧之眼啊，没有了啊，就好像这个天地只有一盏灯，或是只有一个太阳，太阳不见了啊，糟糕了啊，这个、长时间陷入黑暗了。当世时间，一切草木、药树、花叶一时破裂啊，这个都是形容词啦啊，形容佛的入灭，对于众生来讲是很大的损失啊。那么佛的出现。对于众生来讲是很大的功德啊，是这样。诸须弥山啊，诸须弥山王尽皆请摇啊，海水波扬，地大震动，山崖崩落，诸树摧折，四面烟起，甚大可畏啊。波池江河尽皆劳浊，昼彗星昼出啊，白天应该看不见的，但是可以看见了 啊。那么其实彗星就是流星了 啊。那么诸人啼哭，诸天忧愁，诸天女等抑郁哽咽啊，郁衣就是抑郁了，郁卒了啊，忧郁了，哽咽啊，就是哭啊，涕泪交流啊，涕泪悲泣。好，这个都是形容词啊，我们就不解释了，这个看大家就大概知道了啊，都在形容佛入灭是一件大事啊，那么让人很悲伤的事啊。那诸学人等默然不乐，诸无学人。念有为诸法一切无常。好，这里就分成两个，其实佛入灭，那么佛教徒跟非佛教徒是不一样的，信佛非佛教徒也有觉得啊，这个这么好的人一个入灭啊，很可惜。那么也有些人觉得，哎呀，这个威胁终于去除了啊，像六师外道基本上是欢喜的啊。那这是说会分了、啊，那佛弟子里面。啊，比如说像那个拔难陀，像大迦叶啊，就有一点点啊，佛入灭啊，那基本上分三种，
一个是凡夫，一个是有学，一个是无学。凡夫里面又分啊，就是比较恭敬佛跟比较不信佛的啊。凡夫里面，即使是佛弟子哦，佛弟子也并不一定都是欢喜佛的啊。那像大迦摄啊，那有一些人是不喜欢大迦摄的，像阿难啊、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啊，那么沙弥、沙弥尼都喜欢阿难啊，但是大迦摄就不一定。那佛其实也是这样，也并不是大家都喜欢。那通常佛弟子里面分三种：无学、有学跟凡夫。啊，圣者凡跟圣嘛，圣者分有学跟无学。出国、二国、三国都是有学，就是还烦恼还没断尽。啊，那么阿罗汉就无学，把烦恼断尽了。那烦恼断尽的人，啊，烦恼断尽的人，他不会悲伤，他只会觉得啊，他会感伤了。但是不会痛苦啊，因为他没有那种情执啊，没有。那有学其实又分啊，出国二国的情执欲贪比较重，那么三国基本上断欲贪的也比较好一点啊，就是可能会有一点悲伤，但不会那么悲伤。那么阿罗汉的话，通常就是没有那像凡夫那一种啊悲哀痛苦啊痛哭流涕那种，比较不会啊。那他这里说诸学人，就是出国、二国、三国，默然不乐，啊，就是不欢喜啊，就是痛苦、悲伤。无学阿罗汉，他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啊，一切有为法，无常，啊，就呈现在这里。世间不断的都是在变化的，终归于灭啊！我今天坐车来的半路上，我还在想这个问题啊，说一切诸显无常，就是一切不管你怎么样，你现在。啊的这种状态，它不会保持常常这样，除非你怎么样，除非你就是说，它还有分的，就是你一直执持啊，或者是你不执持，它会跟它延长啊。那么轮回的状态，如果你一直执持有我，那么它就会一直相续；如果你不执持有我，你也不是执持无我，你不执持有我，它就不会断相续，它就可以得解脱啊。所以无常。无我跟涅槃中间的关系，就是说，当你发生一切的事情的时候，你的内心没有我执，那么这种状态它就比较不会延续，它终归于灭嘛，因为它终归于灭嘛，啊，我在来的路上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啊。那么基本上像佛入灭，一切的现象，一切的现象，你都要把它归到无常、无我里面去看。啊，那所以这些无学的人啊，他就念一切有为诸法啊，都是无常的。如是天人夜叉罗刹乾达婆真陀罗摩诃罗伽及诸龙等，皆大忧愁。好，他这里讲到天龙八部，那但是跟一般的说法不太一样，一般是天龙夜叉啊，这个罗刹夜叉跟罗刹不太一样。夜叉是比较好的，罗刹通常是比较不好的。夜叉会帮助人，罗刹会害人啊，都不太一样。那么通常讲乾达婆、迦罗罗、紧那罗、摩诃罗伽，通常是这样。这个真陀罗就是紧那罗啊，那么他没有讲迦罗罗啊。那一般来讲，就是乾达婆、紧那罗、迦罗罗、摩诃罗伽啊。天跟龙人啊，然后这夜叉这样了，那所以他这里的天龙八部的讲的有一点点小差别。那我们先来讲啊，乾达婆是所谓的香神啊，十香的啦，但是最早是婆罗门崇拜的啊。那通常是刀立天玉皇大帝，就是刀立天主四体还阴的月神啊，昼月的神。啊，这个是乾达婆，那有时候叫香神啊，那么闻香的十香的真陀罗其实一般都翻作紧那罗。那么紧那罗也是昼月的月神啊，那通常他的形象是半人半马啊，那上面还有一只脚啊，所以他有时候叫仪神啊，他是半人半马的啦。那这个是真陀罗。还有一个紧那罗，紧那罗是金翅鸟
紧那罗是紧，不，迦罗罗，紧那罗是月神，半人马的。那么迦罗罗是金翅鸟，还有一个摩诃罗伽，摩诃罗伽是蟒神，大蟒神，是人身蛇头的，那不一样。那么这一些还有龙，龙，那么这一些是所谓我们说的，我们常常讲的所谓天龙八部了，那他通常会讲阿修罗，这里又没有讲阿修罗，那这里讲夜叉罗刹，好，所以这里有一点点小小差别了。好，那么他说这一些都是属于佛弟子啊，这天龙八部里面其实都是护法的啊，那么佛弟子，那么多大忧愁啊，有学无学跟凡夫啊，那么都是这样啊，这些天人夜叉罗刹这些都是凡夫啊。好，那圣者啊，有学无学，那么意思说佛入灭，很多佛弟子其实是处在一种震惊啊，然后悲哀的状态啊，那除了无学之外了啊，但是我们说也有人欢喜的啊。那么他这里说，诸阿罗汉度老病死海，心念也啊，那一些阿罗汉啊，阿罗汉就是无学，已经度老病死海啊，就是苦海啊，烦恼海、业海啊。那么心里面这样说，已度凡夫恩爱河。通常用这个河，佛法会用这个河来比喻已经解脱，没有得解脱，所以得解脱都叫做到彼岸，到彼岸，渡到生死彼岸，就是我们在这个河里面，我们不是在这个岸，我们在河里面，然后到岸边了，不在生死大海里面，不在烦恼大海里面，并不是说我们在这个岸，然后中间隔着一个大海到那个岸，不是，而是我们在大海里面。随浪漂流，然后不知道长夜轮回嘛，不知苦之本际不晓得苦边在哪里所以并不是我们在此岸，然后要到彼岸，不是，我们就在海里面，然后要到彼岸，要到岸上，是这样的观念在此海到彼岸就在这个海里面要到岸边所以通常用这个河或海，河或海。那么来说明这个凡夫的状态，那恩爱和其实就是烦恼了就是无明贪爱嘛。那爱是从这个恩爱是救应该是对我们这边的翻译来讲，就是对世间的贪执嘛。我们说重点，我爱是从我见来的嘛。那么我爱是造业的主导就是因为爱才业嘛，所以无明原形嘛。这个形就是你因为有我，那么。起我爱，那么照依这个爱，依这个贪爱，那欲界众生就是欲贪嘛，对这个五欲的执取那么产生执取，那么造作种种的业所以这个行基本上是无明原形的行，是私心所相遇的，就是以跟贪爱相应的私心所造作的生口业基本上就形成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不断的累积，就会感召果报，就有业报生，就有三界六道轮回佛法是这么说的。好，所以已度凡夫恩爱河，他已经没有这一种我爱我见老病死劝已裂破。好，这个劝的概念是那么业有一种叫做业债券的观念我们常常债券，这个是后来开始有这样的形容了形容这个业，那像债券一样他要还的，那么你累积多少，你欠多少钱你有那个借条，你就是要还的那老病死劝那么正量部他就有所谓的不思劝，这个业不会是假使百千劫所造业不亡，因缘会一时果报还自受，正量部他就立一个叫做不思劝用这个来形容了，形容这个我们的业那生死的业已经都不会再有了不用再偿还了就是破裂嘛，这个券已经破了债券了那么我们现在的债券是政府欠我们的就是你跟他买这个债券那现在是我们欠这个的欠这个一业而要偿还的，那么你只要
你只要有业成熟，你就要受报啊。那你只要有烦恼，你就会造业啊。所以你有欲贪，你就出不了欲界嘛。你有色贪无色贪，你就出不了色界无色界嘛。你只要有贪爱，你就出不了三界嘛。那只要有无明，就会有贪爱嘛。啊，基本上是这样啊。所以他说老病死劝，就是轮回的这种债券啊，老病死，你就会生死生死啊，生死死生死生不已，生生死死死生不已，就是轮回的债券啊，啊，就是每个人都有一张啊，就不断轮回，不断轮回啊，这一次死了又拿一张又兑换，又下一次的轮回啊，就是你要还的啦啊，就是要还这个业的业报的，因缘就有果报嘛啊，有果果成熟就要受报啊，那么受报了之后又造作种种的。种种要轮回的因缘啊，然后造作种种的业啊，然后又受种种的果报，就这样他跟你讲啊，那么已度了这个恩爱河啊，那么这个老病死轮回的这个债券啊，那么已经裂破撕破了，不用还了啊，就撕了啊，不用还了，就没有了，就不会再轮回了。见身切中四大舍啊，身切中，这个是阿含经的一个比喻啊，那佛陀，这个我们可以看，这个看313页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313页，在后面呢，313页啊，有一个毒蛇喻经啊，啊卷十二一开始啊，毒蛇喻经里面，有人得罪于王，王令掌握一切，切中有四毒蛇。王赐罪人，令看似养育。阿含经里面有一个毒蛇喻经，那四毒蛇，五拔刀人啊，那么空春啊，那么有时候形容六种动物啊，就这里面呢 啊，那么切就是人生，我们再翻过314页来看啊，那么切者是人生啊，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啊，身体就像一个盒子一样，那么四毒者是四大啊。啊，五拔刀者也是五蕴，啊啊，那我们早也知道这个，讲到后面再来讲。好，翻回来。那么见身切中四大舍，啊，就是知道啊，知道这个五蕴，四大五蕴无我，四大苦空五蕴无我，啊，知道这样。所以八大人觉第一个是什么？啊，世间无常，啊，四大苦空五蕴无我，啊，如是观察见离生死，啊，就是你要知道。四大苦空五蕴无我，四大身只有四大地水火风，那五蕴基本上是无我的啊，这个色受想行识，过去现在未来内外好丑粗细远近啊，不是我不异我不相在啊，这阿含经都是这么说的啊。那么这个生命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啊啊，或是身如巨墨瘦如水泡想如圆圆形如芭蕉似如幻化，五蕴无常无我。那么你这样去观察啊，见身切中四大舍，你了解啊四大苦空无因无我，那么就能够入无与精入啊，因为他已经见法知法入法得法啊，就前面讲的眼智明觉见法得法知法入法啊，所以知道啊一切无常无我，那么知道这个身啊，但是四大所成。那为什么叫四大舍呢？中阿含或阿含经里面有讲。这个身体看起来是我的，我爱，然后不断的保护它，还要照顾它，又要爱惜它啊，稍微受伤了又要给它弄得好好的，又要长养它啊，天天跟它洗澡，偶尔还要跟它按摩啊，偶尔还要跟它鼓励啊，然后，但是它却常常给我找麻烦啊，一下子又给我头痛，一下子又给我肚子痛啊，稍微招待的不好了，服侍的不好了，就给我这个痛那个痛的啊，这个酸那个酸的啊，常常给我受苦啊，就好像我们在养蛇一样啊。啊，稍微不如意的就咬你一口，让你中毒好几天，啊，因为那个时候我在生病啊，就是得新冠嘛，啊，很辛苦，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啊。那么就是说，哎，这阿含经讲的还真不错，啊，天天照顾他，还每天跟他洗澡，啊，还不能用不好的，还要用好的，要每天跟他吃好的，还怕他吃了拉肚子，还怕他吃了怎么样，结果动不动就修理我们，啊，让我们受苦，啊，那就讲这个啦，所以他就像养蛇一样嘛。啊，那你不要就是说，所以佛陀这个佛陀说，你不要太惯着他了，啊，你是没有错，你不照顾他也不行，但是你也不要太惯着他，啊，太惯着他哦，到时候哦，你也是自找苦吃而已啦，
啊，你也不用，但是你也不能不照顾他哦，你不照顾他哦，他太饿了，他就马上出来咬你啊，马上咬你。但是你跟他吃太好哦，吃太好哦，他也是会反目成仇的啦啊。所以这个身是无常的，你不要太执着这个身了啊。他在讲这个道理，这个在《众阿含》里面啊，特别有讲这个，《杂阿含》里面也有讲啊。那你有时候好好想一想啊。所以后来他佛陀叫你观什么？观这个身心是什么？如病、如痈、如刺、如沙啊，如沙就是脑海啊，他就是这个道理啊。有时候你真跟他生病的时候，跟真跟他想一想，耶，佛陀讲的还真有道理啊，确实是这样，好吧，好吧，我就你也生病了，我们你也要靠我，我也要靠你嘛，对不对？这个身体就没办法啊，你这样，你要是一直给我这样，我也是很难修。但是其实如果真正的修行者在病中也是可以修的，他不就是观叫你观如病如痈如刺如沙吗？哎呀，现在就病了 啊，就病的时候看你有没有办法调伏你的心，你的心能不能平静？你在病的时候能不能观无常？也就是我那时候很辛苦，我那个时候很辛苦，我也是在想这些问题 啊，就是说你还不能观无常，到底你会不会害怕？会不会怕死？会不会怕病不会好？会不会怕不知道什么时候好？会不会忧虑这种问题？还是你就在观那这个身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哎，你就是好啊，那佛陀叫你观如病，现在真病啊，你就好好观啊，对不对？如痈啊，啊，真的是啊，如刺如沙，哎，想想还真有道理。想一想《庄严阿含》的这个身切中四大舍，啊，你就想啊，还真的是毒蛇，还真的是毒蛇，啊，那天天养它啊，随时跟你反目成仇的，啊，那你好好想这个问题，其实你对你的身就不会那么执着，你也不是不照顾它，因为你还是要靠它，啊，但是你也不会那么执着，啊，那就是因缘而的存在而已嘛，那。那么你也不会说一定要他怎么样，但是你也要照顾他，但不要宠他，不要太宠他。他通常就是这个道理啊。好，那这个是阿罗汉哦，阿罗汉哦。但是我们一般也是要这样想，所以佛陀叫那些身见比较重的人，身见重，爱见就重。身见，所以要断身见嘛，出国就断身见啊。那身见怎么来？就平常。平常你对这个身的执着来啊，从什么执着啊？要吃好的，要听好的，要受用好的，什么都要给他好啊。那这个其实就是长养身见了，那大概就好了啊。其实是这样了啊，那过得去就好了啊。那么这些是，那么所以他说见身切中，这个身心中有四大舍，今入无余灭啊，就是无余涅槃了 啊，入灭啊，无余涅槃。啊，是在讲佛了，啊，是在讲佛，讲这个佛，现在入无余涅槃了，啊，这阿罗汉在想啊，佛已经渡了恩爱河，啊，那么破了这个生死券，啊，渡这个恩爱之河，破生死的债券，啊，那么因为他已经啊了知这个身中的四大苦空无因无我，现在入无余涅槃了。好，他就这样想，佛已经入无余涅槃了。好，诸大阿罗汉随佛波涅槃啊，你看啊，就是通常就三个嘛，一个就是前面啊，像舍利弗、摩诃也是更早就知道佛要入涅槃了，就先入涅槃啊，所以这个舍利弗、摩诃要入涅槃的时候，佛说你为什么要那么早入涅槃？他说佛不久要入涅槃了，如果佛不入涅槃，我就不入涅槃。佛都没有讲话啊，其实那个时候那我不能先见佛，见佛先入涅槃，所以他先入涅槃啊。那这个是舍利弗已经早知道佛要入涅槃了啊，然后所以这个像大爱道也是，他就先入涅槃。然后须跋陀罗是佛要入涅槃之前，那当下等一下就要入涅槃了，他也先入涅槃啊。那这是一种先佛入涅槃的。第二种是佛入涅槃之后，知道之后马上入涅槃的啊，就是现在讲这种啊。还有一种就是佛入涅槃之后没有入涅槃的，就是之后结集经典之后才入涅槃的啊。然后这个是一个，然后最后有一个就是宾陀罗波罗多，即使大家都入涅槃了，他还没有入涅槃啊。不过真阿含后来讲四个，其实就只有一个了啊。真阿含里面讲四大阿罗汉，包括阿难啊，那么都还没入涅槃，其实都入涅槃啊。迦摄其实也入涅槃了。迦摄也已经入涅槃了，啊，有些说迦摄还没入涅槃，还在鸡足山
等这个弥勒佛，然后把袈裟传给他。没有没有，大毗婆沙论有讨论这件事啊，其实已经入涅槃了。那但是他用定力把那个一留在里面啊，是这样。好，那现在讲啊，这个诸大阿罗汉随佛波涅槃而入灭啊，波涅槃就是入灭了啊。那现在放两个波涅槃的入灭，入灭就是波涅槃了啊。那么诸大阿罗汉各个随意于诸山林、流泉、溪谷啊，那么处处舍身而波涅槃，其实就是证了阿罗汉通常有两种，一种就是还跟着佛随佛庄严国土，随着佛庄，像舍利佛、目犍连就这样啊。很多阿罗汉其实是跟着佛，那么帮助佛弘法利众的啊，那个是随佛而庄严国土、成熟众生的啊。那么另外一种就是证了阿罗汉之后，那么到西边林下啊，那么受宪法的啊，就是这样过日子。那有一些是很快就入涅槃的，有一些不是的啊。那么有一些也是因为啊有一点的意外，或是说啊像迦留陀语啊，那么也是被打死入涅槃。目犍连后来也是被打死啊，像这个莲花色比丘尼啊被提婆达多打死，法师比丘尼也被提婆达多打死。但是法师比丘尼有没有证阿罗汉不晓得啊。那么基本上就是这一些，有些都是因为这样啊，身体坏了啊，就入涅槃啊，也有的啊。那也有说啊，那时间到了啊，业报尽了，入涅槃啊，寿命尽嘛，就入涅槃啊。那有一些可以活得比较长的啊，就跟在两个，一个是跟在佛身边啊，这个也蛮多的啊，就跟在佛身边啊。那但有一些没有跟在佛身边，但是也是没有入涅槃的，像大迦叶啊，也是一样，他也没有跟在佛身边，但是也没有就是也没有就入涅槃。啊，那有一些就啊，这个世间苦啊，那我不他要入涅槃可以提早入涅槃的，是可以的啊。如果要延后也可以哦，啊，阿罗汉其实可以延后入涅槃啊。那有一些要，有一些不要了。那大部分的阿罗汉都是在其他阿兰若住处、清净处、极净处啊，那么就是这样过日子，简单过日子，然后极净乐啊，然后寿命尽，然后他就入涅槃。啊，基本上是这样。所以他这里说到啊，那么知道佛知道，因为这个前面是阿罗汉所住的地方，诸山林、流泉、溪谷啊，就是极尽处了啊。他不是住在都市的，基本上是有分嘛，人间比丘跟阿兰若比丘嘛。那人间阿罗汉跟阿兰若阿罗汉，那么人间比丘基本上就是在人间度众生的了啊，随着佛庄严国土成就众生的。那么阿兰若比丘就不是啊，就是随意的过日子，时间到了就入涅槃这样。那么所以因为他都是在阿兰若都是在山林、流泉、溪谷处了，所以他知道佛入涅槃之后，就在当时就舍身入涅槃。像迦万波底就在天上入涅槃啊，迦万波底就在天上入涅槃啊，所以就他所在的地方，他知道佛入涅槃啊，那佛已经入涅槃了。那有些是因为佛要入涅槃先入涅槃，有些是因为佛还没入涅槃，所以他也不入涅槃啊，是这样的啊。所以知道佛入涅槃了，他就入涅槃了，所以处处舍身而波涅槃。更有诸阿罗汉于虚空中飞腾而去啊，这里要断句啊。那他说更有诸阿罗汉于虚空中飞腾而去，譬如燕王啊，这个要到这里要断句啊。因为大部分的形容词燕王都是在想这个燕王就是燕 啊，但是比较有能力的，他要飞一下子就飞起来了啊。所以经典里面在讲燕王腾空，深深虚空犹如燕王啊，或是犹如燕王飞腾虚空，阿含经里面都是这么形容。形容燕王有两个，一个就是可以一下子飞上虚空，第二个就是三十二相里面有一个手足网幔相，手跟足有那个网幔啊，普拉有一个线，这些犹如燕王啊，就是通常形容燕王都是这两个而已。一个就是他起飞很快，他要飞就飞，他要停就停啊，飞入虚空。所以这里啊，通常要这样看，因为他这个断句会让我们啊误会，就是
有些会把燕王，譬如燕王空中飞，于虚空中飞腾而去。如果照语法，我们的语法来讲，应该是这样。更有诸阿罗汉，譬如燕王，犹如燕王于虚空中飞腾而去，应该这样比较顺啊。就是有诸阿罗汉，犹如燕王于虚空中飞腾而去，现种种神力。所以现种种神力的是什么？是阿罗汉，不是这个燕王现种种神力。因为你这样，因为你会把它连在一起，就会有人觉得，譬如燕王现种种神力，那燕王是畜生道，他要现什么种种神力啊？啊，没有啊，啊。但是如果你看其他的阿含经在形容燕王，你就会知道他应该是这样啊。这个应该是断句，犹如诸阿罗汉于虚空腾中飞腾而去，譬如燕王。但是这样的语法又有点不太一样，那么所以应该是这样改：犹如诸阿罗汉，犹如燕王。啊，诸阿罗汉更有诸阿罗汉犹如燕王于虚空中飞腾而去，啊，就阿罗汉，然后现种种神力。这阿罗汉现种种神力啊，那他现在这样有的譬燕王现种种神力，你就会觉得这样很奇怪了，啊，那所以我们稍微给他改一下，这个是翻译语法的问题啊。那你去查一下那个燕王，你就知道了啊。那通常阿含经都是啊，犹如燕王啊，飞腾虚空。犹如燕王翔空而住啊，都是讲这个的啊。好，那么这个阿罗汉现种种神力，阿罗汉要入灭之前都会现什么神力？是八神变，上身出火，下身出水，有没有？左边出烟，青烟，后边出白烟，然后或住或然后一下，然后之后就怎么样入无余涅槃。所以现种种神力是现是八神变啊，然后飞腾虚空，或住或卧，行住坐卧嘛。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变大变小变多变少，然后出地水火风啊，这上身出水下身出火啊，左边出烟青烟，右边出白烟，反正就是像这样变化之后，然后入涅槃啊。然后令人为什么要现这种种种神力啊？所以这个是阿罗汉现种种神力，不是譬如燕王现种种神力啊。那么这样一看就知道这个读法有问题了啊。所以我们把它稍微断句一下就知道了啊。那么令众为什么要阿罗汉入涅槃之前，多数很多了要现十八神变，像这个阿难要入涅槃也是这样哦。阿难要入涅槃，因为两个国家为了要争阿难的这个舍利，阿难干脆就升到空中，就像这样，阿难入涅槃就是这样。那么很多阿罗汉入涅槃都是或坐或卧，像佛陀就是卧着嘛。啊，右膝而卧，然后入涅槃的嘛。阿罗汉，这个阿难不是，阿难现到空中啊，就像这个忽然飞到虚空，犹如燕王飞腾虚空，然后开始现种种神变。现神变是要给世间的人对佛法产生信心，最后了，要入涅槃之前会这样，要产生信心，令这个众人啊，这是一般的凡夫了啊，一般的凡夫都是信这些的嘛。那么令众人的心性清净。啊，那么对佛法产生清净性了 啊，那么然后才入涅槃。波涅槃就是入灭了，波涅槃就是入灭啊。那么六欲天乃至遍尽天等，见诸阿罗汉皆取涅槃。好，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样讲到人跟天啊。那么第一个让人阿罗汉入涅槃，让人心清净，然后六欲天。六欲天就是欲界的六天嘛，那么遍尽天是色界三禅，那么他只讲到三禅，那等也有可能啊，那么后面也有，但是如果他讲到遍尽天等，就是遍尽天之前的，那遍尽天是三禅嘛，三禅的最高的天，那第二禅是观音天嘛，初禅是大梵天嘛，啊，那么二禅是初禅是。梵众、梵府、大梵，二禅是扫尽无量尽啊，扫光无量光跟光阴天，啊，无量光，啊，扫光无量光跟光阴，啊，无量光，啊，阿弥陀佛的无量光、无量寿的无量光，三禅是扫尽无量尽跟遍尽，啊，遍尽天是三禅最高的天，四禅上去，舍念清净。啊，三禅四禅以下还有喜贪，啊，还有喜贪，啊，那么所以他讲到三禅啊，不晓得是不是有特别的原因啊，但基本上就是从三禅，啊，因为初禅是离身喜乐嘛，
二禅是定生喜乐，三禅是离喜妙乐，所以它有喜贪啊，啊，还有喜有贪有热啊，那既有，那四禅就没有舍恋清净。那所以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三禅天以下的啊，那么比较会有这一种情绪的啊？我们来看啊，我们把先把这个讲完。见诸阿罗汉皆取灭度，各心念言：佛日寂寞啊，就是佛就像太阳一样光明照耀的啊，这世间的人。现在太阳没有了啊，像佛这种智慧啊，这种太阳没有了，种种禅定解脱智慧弟子光意灭，就是讲随后的阿罗汉也入灭啊。那么弟子嘛，禅定解脱智慧啊，禅定解脱智慧的弟子。光啊，其实就是阿罗汉，主要有两种，一种叫做具解脱，一种叫做慧解脱啊。那么智慧的，智慧解脱的，跟禅定智慧解脱的啊。那么有时候讲心解脱、慧解脱，有时候讲具解脱、慧解脱啊。那么基本上就是指这些阿罗汉。那么这些阿罗汉入无余涅槃啊，那么就是入灭了，不在了。那么有余涅槃是他证阿罗汉，但是他还有这个身啊，余有身在啊。那所以这些，因为这些阿罗汉不管是具解脱、慧解脱，听闻听闻佛入灭也都入灭了，所以光意灭啊，光意灭就是那么因为佛的光也是光，阿罗汉的光也是光啊。那么佛的光没有了，那其他的小光也没有了，那惨了啊，太阳不见了，路灯又没有了啊，那你看这样怎么走啊？那自诸众生有种种淫怒痴病啊，众生有烦恼，有贪嗔痴的这种烦恼，烦恼就是病，是法药师辈荆棘灭度。那么能够说法，就是能够来治疗这些病，给这个药治病的人啊，那么都没有了。佛是大医王，那么这些阿罗汉啊，至少是小医师嘛啊，那么哇是护士嘛，那么。主要的医师也走了，其他的医师也走了，连护士都走了，那怎么办啊？那可以给药，可以看药啊，看病给药的人都不见了，荆棘灭度啊，所以是法药师辈啊，讲这个，因为佛是大医王嘛。那么荆棘灭度都这么快就入灭了，谁当治者？那么还有谁能够治疗我的病呢？还有谁能够治这些众生的病啊？因为这是天人讲的，从六欲天，从欲界天到色界的三禅天的这些天人这么说的了，啊，无量智慧大海中生弟子莲花，今已堪顾，啊，这个大海也比喻生死海，也比喻智慧海，啊，也比喻智慧海，啊，所以皈依法，啊，当愿众生智慧如海，啊，的佛法大海中，啊，不速时是佛法也比喻大海，生死也比喻大海，啊。那所以净土也是莲花的，地狱也是莲花，铁莲花啊，那也是这样的。那生死大海就有地狱的铁莲花啊，那佛法大海就有净土的这个莲花啊，清净莲花啊，就大海中生弟子的莲花啊，就大海中生莲花，就佛法中有佛弟子啊。那么现在都枯干了，因为佛也不见了，佛弟子也都入涅槃了。法树摧折，法云散灭啊。这个法的大树菩提树已经断掉了，法云啊，法云就会下法雨，法雨就会论责众生啊，基本上是这样啊。那么大智相王啊，有时候就是用相王来代表，或是师王啊来代表佛啊。那么大智慧的相王已经不见了，逝去了。那么相子一随去，那这些小相也都跟着去了，就是。佛入涅槃之后，很多阿罗汉后来都跟随着入涅槃，啊。那他说到有一个概念叫做法商人，啊，那么就是能够商人是贩卖的、贸易的啊，其实就是把从佛那边得来的佛法，那么再传给其他的人，啊，其实是这样的啊，就是能够传承佛法的人啊，啊，那么能够传承的佛法的人都不见了。那么我像跟谁去求佛啊？求法，法是法药嘛。啊，卖药的人都关门了，那我要去卖药的人都走了，我要去跟谁买药？我有病要去跟谁买药？啊，那其实就是叫做法商人。那商其实就是把这个东西啊，那么带到另外一个地方给另外一个人，把那个东西带到另外一个地方给那个人啊，基本上是这样啊。那其实就是
所以就是众生，就是凡夫，就是一般的信的人是财师，那个是法师，就是把这个从佛那边得来的正法，那么带给另外一个人基本上叫做法商人了。那么都已经过去，就是都已经入涅槃了那么我要从谁去求这个法宝？因为这一些阿罗汉弟子都是所谓的得到佛的法，然后再怎么样传承佛的法的人所以叫做法商人。那么所以这些人都不在了，那我要怎么办如记说佛已永极入涅槃已经入了涅槃极灭了，诸灭劫众亦过去，灭劫就是灭烦恼了那么就是那么佛入灭了，那么灭尽一切烦恼的这个阿罗汉也怎么样，也入涅槃了，过去就是也入涅槃也不在了。世界如是空无自，那么世间就是光明的都没有了，不见了就是空荡荡的没有智慧的都剩下这些痴明睡真智灯灭现在无明黑暗就好像舍利佛跟目犍连入涅槃之后，佛有一次因为舍利佛目犍连是身转很有能力的人嘛，他有一次舍利佛目犍连入涅槃之后，他在讲堂里面，平常讲堂都有舍利佛目犍连了，现在舍利佛目犍连不在了，他就跟这些弟子说，现在虽然那么多人，但是我就觉得这个讲堂空荡荡的，为什么？舍利佛目犍连不在了天人也是这样，现在那么多人，但是那么佛跟这些大阿罗汉都入涅槃了，这个世间好像空荡荡的这种感觉所以世界如是空无自就是那这些有智慧的人都不见了，痴明睡真智灯灭就烦恼能够治病的人不见了，那病就会越来越严重那么痴明睡真就越来越烦恼就越来越重，那么智灯就是智慧的灯已经不见了，所以很多人就无知嘛那不正见那就不能见法知法，不能见法得法知法入法，不能产生眼智明觉其实是这样的。好，那底下就诸天劝请大家设结集教典那这个是一般来说天劝请佛转法轮，那这里说天劝请大家设结集经典，那我们说依律典的记载是大家设见到跋难陀比丘听闻佛入涅槃起欢喜心，他后来决定要结集佛的教典，其实是这样的。那有没有诸天的劝请那么基本上应该是后来有可能是有可能是后来衍生的了就是因为天劝请佛转法轮，所以天也劝请这个大家设结集教典，就变成有这种例子那这个我们时间到，今天先讲到这里那下次再跟着这个大家设结集佛陀的法教。那么这里大结集的过程，大智尊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说这件事一直说到一点，你看他这里也是先结经藏再结律藏然后没有先结集大智尊，是先结集律再结集法后来再结集这个经藏然后讲到，你看讲到第几页呢讲到第五十页呢那讲那么多都在讲这件事。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